我要代表我们全体的国人跟我们中华邮政的所有的工作同仁伙伴啊，致上最高的谢意。这段时间大家确实非常的辛苦啊。外科，那这边是成人，好，这是绿色是成人，我们用颜色来做一个管控，好。这一次充分体验到了中华邮政不仅是好邻居，也是我们的防疫英雄，也是保护台湾社会安全的重要的部分，好。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，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组成我们防疫的台湾队，我们就能够守护我们2300万的国人的健康，共同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大家继续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